春节啊，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。今年的春节档是我不想干了。你就是年，你不干谁干啊？要不假装我是你吧。住一个班吗？哦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严总是下来执行一项秘密任务。这个秘密任务，具体是什么来着？具体就是帮一个小女孩实现梦想。我爸爸今天春节要回来。那我爸爸春节时候才回来。不许你这么说我爸爸。时间紧，任务重啊。作为春节的负责人，威武啊。就指着你大有作为了，领导，您是下来视察的吧？我在执行一个秘密任务。